开心感的。形状啊，多多形状啊，那种好像很粉细啦，还是很卡通的那些，我就比较受不了。一直一样的穿着，然后就很明显是他穿很多年的衣服，然后不是现在的潮流。那种裤子基本上是穿到露到半个屁股出来的那种，那种裙我就真的接受不到啊。就这样的话，有穿肯定没有穿不好吗？就我自己的个人想法。长发。长头发。长头发。短头发。长头发吧，还要懂得抬低啊，不然就很牢骚。就喜欢哦，没有。因为我没有长发，所以可以。可能像女生。就有点暴露啊，因为别人会看。太逼逼，然后本来就是露完整个背之类的。太暴露哦，我看就好，别人不会看。我觉得所有男朋友都一样，就是不要女朋友穿到这样暴露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他喜欢怎样穿就怎样穿的，最重要穿的舒服就好。暴露哦，不好哦，给人家看到。